整这可怎么办呢？索文老师，你年纪还这么轻，可千万不要想不开啊！你们在说什么？我没有想要自杀，我只是最近睡不着，吃多了两片安眠药，没想到睡得这么沉。你是不是喝酒了？酒精可能会加重安眠药的功效。你们怎么进来的？是于主笔。钥匙我一直留着，我开的门。啊，那既然人没什么事儿，我出去等你。你最近还是经常睡不着觉吗？你这样一直吃药，身体会垮的。要去看医生，我认识一个不错的医生。不用你管我，医生也救不了我。我自己的情况我自己很清楚。我现在没事了，请你们走吧。后面藏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拿出来。这贡品可以啊，挺甜的。你真的喜欢吃兔子形状的苹果啊？什么真的假的呀？不就吃那个苹果吗？你这是什么表情？搞得像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一样。那之前我给你切的苹果就不是苹果了。还有，我说的这个苹果是切给你吃的吗？啊，不是给我吃的，那给谁吃的呀？二狗啊，他只吃荤的，不吃素的。我是切给我自己吃的。是吗？你这么精致啊。都是我自己吃的，一个都不给你留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不跟你抢，我不跟你抢啊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小兔子苹果？我不知道啊，这个苹果就是我切给我自己吃的。是今天顾总监告诉我的，他还说了你有一抽屉光盘。你这又是什么表情？吃醋了？怎么可能？谁吃醋了？他只是你的前任编辑，又不是前任女友。就算是前任女友，也没什么关系。我是你的现任编辑，为什么你告诉他不告诉我？我没有告诉他，是江雨辰那个大嘴怪说的。江老师说的。那周川老师，你喜欢吃就多吃点。说吧，想知道什么？我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那你喜欢什么颜色？黑色。你喜欢什么数字？13。几点了，怎么还不睡啊？睡不着。怎么人都傻了？周川老师，我怀疑江老师就是狐狸君。什么？是啊，我早该想到的。狐狸君的全名是消失的狐狸君，蒋老师的成名作就是消失的系列啊。这你都能联想到？想想看，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有谁比江雨辰更了解你？如果要有一个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模仿出你的文风，那就只能是江雨辰了。这么简单的事情，我早该想到的。你再说一遍，轻而易举模仿出周川的文风，瞒着谁呢？谁可以啊？江雨辰？
我还大言不惭地说，狐狸君就是我的男朋友。我还每天去跟他吐槽圈子里的画手和作者，因为我以为他是圈外人。而且我还在他面前讲了很多你的坏话。别傻了，我才是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？所以你才在否认自己就是狐狸君的时候如此铿锵有力。在我在帮你拼命卖书的时候，你和姜老师竟然把这种惊天大秘密捂得严严实实的，你们俩的良心难道不会痛吗？我知道个头。我怪不得我说了我喜欢狐狸君，但姜老师还是要继续追求我。原来他们俩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啊，我们两个原来是双向喜欢啊。你脑子，你也怀疑过我是狐狸君啊？你怎么不觉得我俩是双向喜欢呢？咱俩喝完酒之后不还做了这个那个的事儿吗？咱们不是说好了不提那件事情了吗？而且你也没有像姜老师一样对我表白过啊。是，所以你现在就是兴奋在这儿睡不着觉，然后明天早上打算一早就去跟姜雨辰表白，说我也喜欢你，是不是？你干嘛突然生气？哎，大晚上的你要去哪儿？我已经都跟他说了。不行了，小庄，你这个力度连蚊子都拍不死。来，我给你打个样。行，好啊，继续。来，你也别收着啊，小军啊。我不收着，来来来来。剪刀腿，牙顶不？歇一会儿，不行了。接个电话。喂。先生您好，我们这是健身会馆。先生您看我们这有优惠，您需不需要？我不需要。谁啊？推销电话。怎么着？还继续吗？我先喝口水。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每次你一碰到处理的事儿就这么激动？没想过。我跟他说，我不是狐狸君。你是喜欢处理吧？不知道。你小子就是嘴硬啊，我看你啊就是欠打。完了，行，咱们再来。我也想喝口水啊。我退出，从今以后处理只是我的编辑。怎么就突然想通了呀？谁让你是我弟呢？我劝你还是早点跟处理说你是狐狸君这事儿，省着到时候让他发现了都不好收场。擦擦吧，你这鞋。来，你也擦来。